这期节目又是三 I Atlas，有朋友就不高兴了，说是炒作。其实啊，不是炒作，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三 I Atlas 离开近日点，最新的观测数据越来越多了。为了感谢一直支持本频道发展的朋友，所以当新数据一出来，我们第一时间就为大家解读，希望大家能最快了解三 I Atlas 最新资讯。言归正传，就在前几天，又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新天体。 C 二零二五 V 一，这下很多朋友脑洞大开了。这个时间点，距离又那么近，这个新天体 C 二零二五 V 一是否为三 I Atlas 当初在火星附近释放的探测器呢？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接下来我们结合最近几天三 I Atlas 的最新观测数据来深度解读一下。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八日凌晨 M。 Jagger 团队用0.28米反射望远镜对准天空时，屏幕上的影像让他们不敢相信，星际天体 3I Atlas 周围浮现出至少七条交织的喷流，像极了某种航天器的推进系统在调整姿态。而在11月2日上午，2019年星际彗星 2I 鲍里索夫的发现者跟纳季·鲍里索夫又捕获到另一颗近星际天体 C2025V1 的踪迹。 更具争议的是，十月七日，欧空局火星轨道探测器 TGO 公布的影像中，有人逐帧发现3 i Atlas 本体旁似乎有旋转的小光斑分离。现在这颗突然出现的 C2025V1，会不会就是那些光斑对应的微型探测器？这个问题像投入天文学界的巨石，又激起了层层涟漪。 要解开谜团，首先得读懂三 I Atlas 的反常举动，而 TGO 的影像正是第一个需要破解的密码。这张十月三日三 I Atlas 接近火星时拍摄的影像，由探测器搭载的彩色立体表面成像系统捕捉，其主镜直径仅十三点五厘米，虽在四百公里高空能实现四点六米每像素的分辨率，但拍摄时两者相距三千万公里。 单个像素对应的实际尺寸达三百四十五公里。目前推测，三 i atlas 的汇合仅约五公里，远小于一个像素的大小，因此影像中只能看到模糊的光斑，无法分辨核心细节。至于网传的分离光斑，天文学家分析认为，这是绘发中密度不均的气体团块在成像时的噪点干扰。tgo 拍到的绘发光斑仅五角秒，约七百公里。 而哈勃望远镜此前观测到的彗发直径已达数千公里，可见其观测能力仅能覆盖彗发中心区域，外围暗淡物质和彗尾均无法捕捉。真正揭示三 I Atlas 异常的是多设备协同拍摄的堆栈图像，这些由 SOHO ST、ER、STEREO A 等太阳观测卫星拍摄的画面避开了地面观测的太阳眩光干扰，捕捉到一个关键特征：三 I Atlas 的喷流方向。 既有背离太阳的分量，又有向太阳延伸的反尾结构，这与太阳系彗星绯始终背向太阳的规律截然不同。二零二五年十月五日，洛尔发现望远镜的图像更直观。距离太阳一点三八天文单位的它，像个明亮光球，裹着类似会发的光芒，却唯独没有标志性长尾。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确认的非重力加速度让轨迹严重偏离引力计算结果。 阿维勒布教授的推算让矛盾更突出。若为天然彗星，近日点需损失百分之十三以上质量才能产生这种加速度。这本该形成浓密沉气挥发，但哈勃七月的十度角反尾成像仅捕捉到向太阳延伸的结构，传统模型完全失效。南非 m a c a d 射电望远镜十月二十四日的发现更添谜题：一点六六五和一点六六七 G 赫兹频段的 OH 分子吸收信号。 其多普勒位移显示运动速度达每秒负十五点五九公里，热加宽程度刚好匹配两百三十开尔文的表面温度，这是水存在的明确证据，却看不到相应的水冰升华痕迹。十一月八日的喷流影像终于带来新线索，这张由二十四次绿光曝光叠加生成的图像，展现了延伸五十万公里的发光光晕，经堆栈处理后，七条喷流愈发清晰。 对照韦伯望远镜的光谱数据可见，喷流区域的二氧化碳与水比例达八比一，远超太阳系彗星的常规比例。这种高浓度二氧化碳能在三个天文单位处就开始升华，解释了其远日点就活跃的反常现象。阿维勒布教授指出关键差异：自然彗星的复杂喷流需喷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初始质量，且会形成碎片云；但三 I Atlas 的喷流集中且无碎片。 只有技术推进器恰能实现这种效率，化学火箭排气速度是彗星挥发物的十倍，离子推进器更达每秒五十公里，完美匹配低质量损失、高加速度的悖论。C 二零二五 V 一的出现让剧情更扑朔迷离。 十一月二日，鲍里索夫发现的这颗天体轨道示意图显示，其与黄道面呈一百一十三度倾斜，几乎与三 I Atlas 的黄道面轨道垂直。这种十字交叉的轨道分布在太阳系天体中极为罕见。它同样没有清晰彗尾，一点零零九五的偏心率看似符合星际标准，但 JPL 的轨道模拟图显示，木星引力扰动或未见模式器可将该数值拉至一以下。 暗示其可能来自奥尔特云。最关键的是轨道距离示意图，两者最近时仅七千五百万公里，但三 I Atlas 的加速度曲线显示，其推力根本不足以将探测器送入 C 二零二五 V 一的高清角轨道。这成为主流观点否定探测器假说的核心依据。但阿维勒布教授从另一组图像中看到了新可能：哈勃望远镜的滤光片成像显示。 三 I、e、Atlas 在蓝光波段亮度最高，而太阳系彗星因尘埃散射通常偏红。这种蓝色特征在斯威夫特望远镜的动态影像中更明显。七至九月间，其彗发从淡红转为蓝绿色。光谱分析证实，这是碳基分子受紫外辐射激发的荧光效应，且强度远超普通彗星。人工造物的金属外壳或涂层也可能产生类似光谱特征。 更耐人寻味的是，三 I Atlas 的轨迹示意图，它的到达方向与一九七七年 Wow 信号来源重合，且近日点最亮时恰好运行至太阳背面，形成天然观测盲区，这与人类航天器规避监测的逻辑不谋而合。科学界的分歧在图像解读中愈发明显。北双子望远镜团队出示的高分辨率影像显示，三 I Atlas 的模糊边缘符合彗星活跃特征。 其核心尺寸应小于十公里。此前估算偏差源于未考虑绘发膨胀效应，但阿维勒布教授反驳道：“韦伯望远镜的光谱图像显示，其喷流中镍铁比例异常，这种金属成分在自然彗星中罕见，却常见于人造探测器的结构材料。”他进一步指出，TGO 影像中绘发的七百公里光斑，若按人工造物推算，恰好符合母舰加探测器的尺度比例。 只是受限于设备分辨率，无法证实两种假说的碰撞，使观测设备的特性成为关键参照。Atlas 巡天望远镜作为发现者，如同广角镜头率先锁定目标，却因分辨率不足而错过细节。哈勃的特写镜头捕捉到零点三二至五点六公里的汇合范围，韦伯的化学分析仪则通过光谱破解物质组成。 斯威夫特望远镜的动态追踪记录下每秒四十公斤的水蒸气喷射速率，相当于一条全速消防水带的流量。这些设备的观测互补性既揭示了三 i Atlas 的天然彗星特征，如 OH 分子、二氧化碳，又留下了技术造物的疑点，如喷流结构、蓝光光谱。未来的图像与数据将成为破局关键。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当三 i Atlas 抵达近地点时，韦伯望远镜将拍摄更高分辨率的光谱图像。若能检测到井类推进剂的特征谱线，探测器假说将获得强支撑。二零二六年三月，朱诺号探测器在木星附近的低频无线电监听可能捕捉到人工设备的电磁信号，就像人类探测器在深空留下的通讯印记。而 C 二零二五 V 一的轨道追踪图像尤为重要。 若其偏心率稳定在一以上，将成为第四颗星际天体。届时，两者的时空巧合说法将更难立足。从奥莫莫的雪茄形状到鲍里索夫的正常彗尾，人类对星际访客的认知始终在图像解读中迭代。如今，三 I Atlas 的七条喷流仍在宇宙中延伸。C 二零二五 V 一沿着垂直轨道继续飞行。 TGO 的模糊光斑、哈勃的蓝光影像、维布的异常光谱，这些碎片化的视觉证据还在等待更合理的解读。它们是毫无关联的宇宙过客，还是某种未知文明留下的子母探测器？当十二月的星光照亮韦伯望远镜的镜片时，或许我们能从新的图像中读懂星际信号的含义。 但在此之前，每一个像素里的异常都在提醒我们，宇宙的答案往往比想象的更离奇。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按赞、热推啊。